手游酷玩。等你们有空了，可以来我家，我们一起聚聚餐呢。没想到你这么平易近人啊。哎呀，咱们老板从来都不跟咱们正常说话呢。哎，老板来了，快归位啊。哦，刚刚说了老板的坏话，不知道他听到没啊。嘿，你好啊。你是送水的吗？不是不是。那你是不是快递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是。喂，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公司的？老板，他其实我问别人的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我不是你们公司的，但是不是我们公司的，待在这里干嘛？快点离开！可是我，快走快走，不要影响我们工作了。真是的，走了。那家伙是谁啊？赖在公司不走，你们怎么不管管呢？老板，那人是我们今天约来的客户。完了完了，不是我们公司的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